大家不要惊慌，只要正确的佩戴口罩，完全可以防止飞沫传播流感病。我们应当戴正规的医用口罩，戴口罩的时候应当紧贴面部，摘戴口罩前后我们都应该洗手，口罩每一天都应该换新的，如果发现破损应当立即更换，摘下口罩之后要避免接触口罩的外部。预防甲流，让我们共同努力，